呀？哎，前几天我听人讲，湖北挖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古墓。是吗？对，里面的钟一排一排的，敲起来还有声，可好听呢。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侯子乙。什么侯子乙呀？还王八甲呢。是哎，好长时间没见幺婶了，快一个月了吧？还真是的哈。他哪有时间上这洗衣服啊？人家他现在呀，整天呢跟他那个小叔子林建设，那是天不见亮就出去了，到天黑透了才回来。是吗？哎，我听人家说呀，看见他们俩在三轮车上，一会儿啊要我给你擦擦汗，一会儿呢我给你扇扇风，哎呦，那个亲亲热热说说笑笑的劲儿啊，呸，别提了。哎，这幺婶啊，那天生的就是一个贱货。这才多长时间呢，跟那小叔子又勾搭上了。这可不成了戏文上说的，这个幺婶呢是潘金莲，幺叔呢是武大郎，这林建设是武二郎，还缺个西门庆呢。哪儿缺呀？还有老刘呢，这不就都齐了。哟，您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怎么了？衣服没洗啊？你别管，你看你那熊样，自己当了王八都不知道。妈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您别听人家乱嚼舌头。哎呦！哎，慢点慢点，我下来。慢着点。哎呀，你说那个胖婶哈，真好玩。他非要买三瓶，我就跟他说吃不了，他还非得买。哎，我看他犹犹豫豫的，我这心里紧张啊。我真是害怕他变卦不买了，我心里扑通扑通的。哎，嫂子，我以前打架都没这么紧张过。您吧，今天回来挺早的。哎，姨娘。啊，是我们今天带去的酱都买完了，明天咱得多带点。哎，那这样，你们俩明天回来的就更晚了。没做饭呢吧，妈？我做饭去。哎，嫂子。哎。哟，哥。嗯。今天回来的早，干脆我到安置办案去问问我的工作的事啊。哦，那你去吧。哎，嫂子，来，我来。忙你的吧。来，我来。哎。搬到那边。哎哎，老爷。哎，哥。没事。哎呀，哥，来，去去去。哎，我说你别动。哎呀，嫂子，哥，以后家里这种力气活全我一个人包了。来，放桌子上。爸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哦，建设叔回来了。哎，那我问建设叔吧。哎，说。建设叔，我就想问你这句话，我不是很明白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行了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找建设就行了。明白了，谢谢建设叔。哎，这点小事，谢谢主啊。哎，哥，嫂子，我去安置办了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家里面没菜了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啊，行了吧你，我都累了一天了。你哎呀，哎什么呀，是小点声，你再让建设他们听见。我就是想让他听见。是个废人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可能你这两天太累了。
我整天在家蹲着，我累个屁呀！我别想那么多，睡吧。我没用了，我就是个废人。行了，你小点声。我怎么就废了呢？先生，哥，你找我。坐，陪哥喝两杯。这，哥，这酒就不喝了吧？我在院子里帮他嫂子洗盘子呢。洗盘子？啊，不是。我怎么不知道？这没。是啊，现在家里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那我出去了啊，哥。哎，我叫你坐你就坐。陪我喝两杯不行啊？行。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陪您了。这酒啊，你自个儿慢慢喝。我真得帮嫂子干活去了啊。你坐下，哥，你自己喝吧。林建设，好，你不听话呀？你就不听话吧。凉了，别冻着。哎呀，你在家里面不好好喝酒，跑到这儿来捣什么乱呢？我来帮你们干活。嫂子，以前家里的体力活都是我干。哎，哥，你行吗？哎，还有，你今后啊有我了，这种重体力活这就给我干了。有你了啊，就用不着我了。你闪开。干什么呀？你行吗你？我怎么不行了？哎，我怎么不行了？好，干！哎！哟，你看看你，你不在屋里好好喝酒，你看你跑出来差点把咱家吃饭的家伙事都挡了。哥，我说你不行了吧？林建设，哎，我问你，哎，说。这家谁是主人呢？是你还是你？是你还是我？你说，当然是你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家的主人是我。先生，往福士缸，咱俩赶快给他刷完了。哎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回去喝酒去。说什么呀？哎，嫂子，哎，这还是咱的。先生，哎，我来。好了，喝酒吧，嫂子。哎，你先起，走。
奶奶，您都听到什么了？我问你呢，你说。啊，这个，我。你也想骗我？我不敢。那你给我说实话。我妈跟建设叔好像是挺亲热的。你看见了？他们整天在一起。建设叔有一个镯子，特别漂亮，他平时他老拿出来看，也送给我妈了。看来这是真的了，跟我猜的一模一样。怎么摊上这么个媳妇儿啊？我们林家的人丢的还不够吗？我回来了。林建设呢？去知青办了。那孩子们呢？我让他们出去玩去了。那老二怎么还在这儿？他在这儿要当一个证人。当证人啊？审案子啊？就是要审你。审我？为什么呀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妈，我还真就不明白了。老二，你说。妈，那我可说了。说啊，怎么了？你跟建设叔是不是好上了？个小王八蛋！奶奶，说什么乱叫什么舌头？住手！你信不信你打孩子干什么你？妈，不是林荣这么说吧？是您这么想吧？啊？我能吗？他跟林老幺是一个爹呀！我还以为你不知道这种关系呢。以前你对老刘是为了咱们家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现在你对林建设这样，你放屁！你怎么敢对妈这么讲话呀？对呀，他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呢？你也这么想？是不是你也这么想？你别逼老爷。那我问你，是不是林建设送给你一个镯子？证据都有了，老二，去把你妈身上那个镯子拿出来。我不敢。老爷，你去。不用拿，他在这里。行，你们都不去，我来。妈，我现在还叫你一声妈。你要是搜了我的身，就再不是我妈了。那你跟林建设要是有一腿，我也不认你这儿媳妇。妈，没有吧？可是我确实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你是看见了，没错。哥，你看这知青办的还。怎么了，金生？啊，把镯子给我。什么镯子？把那天那个镯子给我行吗？啊，那谢谢。这嫂子。我知道你很委屈。
我不相信你和建设会搞出什么事儿来。只是咱妈听人家乱传，再加上老二又说，哎呀，算了，不提了。我替咱妈给你道个歉。坏了。去哪儿了呢？快那边看看。啊！要是和老刘搞到一块儿，是真的吗？那个骚货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我一直是愿意帮你的。你也应该明白，我帮了你，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谁让你们剥豆腐的？剥什么豆腐啊？我叫你们剥豆腐，那豆子拿什么换来的？拿什么换回来的？林老爷，我没有拿我自己去换豆子。哎，这妖婶啊，那天生的就是一个贱货。这才多长时间呢？跟小叔子又勾搭上了。你要是搜了我的身，就再不是我了。那你跟林建设要是有一腿，我也不认你这儿媳妇。哎呀，秀兰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你可别做傻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，咱回家慢慢说，好吗？秀兰，秀兰，回来，回来呀，秀兰，回来，回来。哎呀，秀兰，秀兰，哎呀，秀，哎呦，秀兰，秀兰。吃点东西吧，我怕你干的吃不下，特意熬了点稀饭。你得吃点东西啊，这不吃不喝的哪行啊？我知道你受了大委屈了，要打要骂，你冲我，咱妈老糊涂了，你别跟她计较啊。要不，我让建设来陪你说说话。建设啊，来来来，哎，嫂子，你出去。那要不你先出去。啊。你也出去。喝了吗？你这是。
戒酒了。这回我真的戒酒了，我把家里所有的酒瓶子全砸碎了，我想好好活，我也想让你好好活，我要帮着你把这个家的日子过好。你想什么呢？我真后怕，你怎么就敢从这么高的崖上往下跳啊？我站在崖上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只要我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再也不用费尽心思的养活那么多嘴，我就再也不用让别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贱。就算我死了，到了18层地狱，用油锅煎我，用斧子砍我，也比我活着能舒服些。我本来是想跳到江里面去的，可是我跳的时候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坠着我的脚，我跳不远。其实啊，我一直都相信你和建设不会有那种事儿，可是我一看见他，我就生气。他现在干的本该是我干的，这家里啊只能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现在是他，不是我，那我是什么呢？我恨他，也恨你。这个家有几次都快过不去了，是你硬给扛过来的，扛得那么累，那么委屈。有时候我就想，干脆让这个家垮掉算了，大家一起搬，一起死。你越是坚强，建设越是帮你，我心里越不好受。你应该告诉我，告诉我你相信我，这样最起码我心里还是暖的。我只能说，又不能帮你，这有什么用啊？你胡扯！你是孩子们的爸爸，是我男人，是建设的哥哥。过去是这个家的脊梁，现在也不能弯呐。老姚，你要想真的站起来，我愿意帮你啊。你愿意帮我？我愿意。好，我也告诉你，从今天起我绝对不喝酒了，一滴酒都不喝。好，老杨，我想到那屋拿点东西，你背我吧。我现在背不动你了。你背得动，你是我男人，你就得背我。还能背得动你？
在自己男人背上的感觉真舒服，多轻松，比我背着这个家往前回来啦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个样子还干什么活啊？等商量好了再说嘛。咱家呀，就是靠卖豆瓣酱活着的，我不干行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嫂子，听我说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也坐不了三轮车，咱们也不能到乡下去卖呀。谁说要坐三轮车了？谁说要到乡下去卖了？我早都想好了，就在我原来摆摊的那个地方，卖咱的豆瓣酱。你好，你们好。还把摊放这儿。嗯，来，先生，干什么呀？是看我出摊了是吧？是，我以前不敢出摊，因为我们家欠吴婶的，欠你们大家伙的。但是现在不欠了，我还清了，我是用我的命还的。我觉得这够了，我们家现在谁都不欠，所以我今天出摊了。要是你们觉得我的豆瓣酱好啊，就来买一瓶。要是觉得不好，我也没有怨言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卖豆瓣酱的女人。豆瓣酱，又香又辣的豆瓣酱，先尝后买。豆瓣酱，来，给我来一瓶。你别跟我说话，我心里烦。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头疼的要死要活的。哥，你戒酒已经半个多月了，你可千万要坚持住啊！我听大夫跟我说，你这个叫酒精中毒，戒起来非常麻烦。哥，这酒精中毒啊，肯定是头疼啊，或者身体不舒服，都非常正常。所以说，行了，你别跟我提大夫了。我的病啊，在心里，明白吗？在这儿。放哪儿了？妈，你找什么呢？你们俩看见我那天把那个鞋样放哪了？哎呀，真是，放哪儿都……这是……哎，你妈，你给我什么？你给我，你给我。我怎么给藏当了呢？哎，哥，来来来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，你这是，你哥，快给！你不是答应嫂子，你有戒酒的吗？是啊，
我说话得算数。回来了，哥，嫂子，哎呦，哥表现非常好啊！你怎么了？老刘不卖给咱们豆子了。什么？不会吧，你这么大一个供销社会没有豆子啊？就是没有了，最近没进货。那你什么时候进？哎呀，这可不好说，进了也不一定有你的。为什么他不卖？啊，他说不卖就不卖。供销社是国家财产，不是老刘作威作福的地方。人家也没说不卖呀，人家说豆子卖光了，卖给别人了。还有什么办法？你没求他呀？您还希望我去求他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谈谈。你那天和他谈的还不够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没豆子，咱们怎么做豆瓣酱呢？啊？咱们倒是可以到别处去进豆子，可是价格高不说，他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咱们以前欠老刘的原料款，他今天催着要了。哎呦，再想想办法吧。行了，都别冥思苦想了，明天我再去找他好好谈谈。你不要去了，这回啊，该我去找他了。哎，老杨。哥。我戒酒了，想求我办事儿？对，喝就钻桌子底下了。老刘啊，你就放过我们全家行不行？嗯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供销社豆子原料，你只要肯卖，我们掏钱买，价钱高一点也没关系。以前欠供销社原料钱，你留着欠条，我按欠条还，啊，我两倍的还，你放心，我保证还，我这辈子还不清，我下辈子还，行吗？哎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我是黄世仁，你是杨白狼，啊？哎呀，这个供销社现在的豆子确实很紧张。我说老刘啊，你就别跟我打官腔了，我是真求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跟秀兰那儿都发过誓了，我戒酒了，我一滴酒都不喝了。可是我求你呀，我得喝呀。哎，你让我喝我就喝，你让我喝多少都行，只要你不说停，我就一直喝下去。我说耀叔啊，你真是奇了怪了你。
你喝我家的酒，花我家的钱，我干嘛让你喝？你一直喝下去，喝出个好歹，那公安局还不找我的麻烦？一点小事，至于吗？对你来说是小事，可对我们全家……好了好了，你把我都弄烦了。不就屁大一点事儿吗？你们家药婶找过我，你心里不高兴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老婆就那么好？我天天是扒着她，求着她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想让我老刘帮忙的女人多的是。是你老婆求我帮忙的，不是我去找她的。所以啊，你怎么来的，赶紧怎么回去，换药婶来找我。这话都好说，药婶要不来啊，那你们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明白吗？你混蛋！哎，这话说得好好的，你怎么又骂人了你？骂？老子早就想打你个龟儿子！要说，这要是以前，我还有点怕你，可是现在啊，你就别自讨苦吃了。我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动手啊？这毁我家东西啊！有本事咱们出去！哎呀，打起来了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哎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打起来呀！快快快，打起来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王婆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哟，你们家的事你不知道啊？你们家老幺找老刘打架去了，你还不知道？打打行了吧，我真怕给你打出什么毛病。姚叔，你今天这是疯了？姚叔是捉奸来了，你看还不是人家的对手。我看今天姚叔不被打死，都得被气死。来了，打！谁家？打！哥，听我说，你回家去，我来对付他。我自己干！哥，干什么呀？你打不过他！干什么呀，老幺？又喝酒了吧你？啊！我喝酒了，怎么了？你给我回家！不行啊，你回去。警车在这，让我来。这没你的事了，没我的事了，咱们就没我的事了。哥，您念车，这个家谁是主人？我是主人，还轮不上您。哥，今天我把所有的问题一块儿解决了。哥呀！老爷，哥，你闪开！你甭管，哥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哥，你松手啊！站住！松手！老爷，哥，老爷，哥，你给我，哥！